今天我们的亲人朋友们在马尔代夫大自然的见证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将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那个人。其实在我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我一直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在过去的一年半里，你带给我了很多快乐还有感动，谢谢你。你对我们这份感情的，不管我有时候是有一些小脾气，或者是我任性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那是很可爱的。你永远都会把我的情绪放在第一位。才艺，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里，并且即将陪我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认识你之后，我觉得生活里我开始更加珍惜生活里的点点滴滴。我觉得你让我觉得每一天都充满期待还有喜悦。萨利，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，不只是心动，更是一种灵魂上的触动。虽然我当时几乎快饿昏了，转眼之间我们俩其实不再是两个傻乎乎的小朋友，我们会为了见对方一面飞越大海，我们会互相关怀，我们会互相欣赏彼此的世界，我们会一起规划未来，会一起奋斗。谢谢你这一路走来的包容和支持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作为妻子的我会更加爱你。我们会一起度过以后的每一次、每一个风雨、每一个逆境顺境。不离不弃，我爱你，差异。问过我相不相信独一无二的真爱，我含糊地回答过说，相对于短暂的生命，
真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萨利，我爱你。